嗨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好好享受这边与奈月温泉汤块鱼蛋温泉饭店的，这个是家族的泡汤的，然后他要预约哦，每一次只能用一个小时。你看这个很可爱耶，拥有自己的隐私，还有这个 baby 的，还有这边来，我们再进来看哦。哇，看，很厉害吧？这个就是泡汤的地方，然后这边是冲澡的地方。哇，太酷了吧！这里真的很棒哎。好，那我弟妈妈要来泡汤了哦。Tokido， 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这边吃晚餐哦。这个是饭店的餐厅，这边也有专门吸烟室。日本很人性化，房间还有那种可以抽烟的房间。哎，来哦，哇！这个就是与奈月汤块饭店的餐厅，我们先扫射一圈，哦，这个是握寿司 Nikiri， 然后这边是日本的小菜区，还有现煎牛排区哦。炭烧哦，好热闹的餐厅啊！甜不辣，哎，这个是关东煮甜不辣哦，这个好哦，常养哦。这个地方跟我很年轻的时候去过的别府温泉的布置很像，看不出来。这个台风过后，这里还是客满呢。这边有甜点，你那是披萨？披萨是现烤的耶。这是中式的炸春卷啊，玉子烧，中式的玉子烧。这边是一些腌制物，沙拉区，不错，整体感觉蛮有度假风的。他们的餐盘是九宫格的样子，好，我要开始来享用喽。这个就是欧冰妈妈今天第一回合的九宫格。跟大家介绍一下哦，这个是天使红虾，然后这个是可乐饼，还有这个是现炸甜不辣，然后这个是日式的煮鱼醋的，这个是腌制物，还海鲜的小卷海苔，这个就是常常吃的 Nikiri 握寿司。还有炭烤牛排、生鱼片，还有另外两种 Nikiri， 哇！当然呢，蒸蛋也是一定要的。这个是炸物的蘸酱，有萝卜泥。最重要的是这个生啤酒 ，OK， 哈哈哈。小东好不吃吗？可是大家都说你瘦了8公斤啊，瘦太多了啊。小东今天猛吃甜点，好不好？增胖增胖中，开始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欧弟妈妈。今天晚上呢是我的生日前哨，我人在与奈月温泉的汤块饭店。今天这一些呢，九宫格是我第一回合，
我刚刚吃了一个生鱼片哦，哇，好新鲜哦。嗯，超级新鲜的，还有甜不辣都是现做的。如果你们有机会来日本，你们不一定要自由行，自由行当然是很刺激，可是呢，你如果跟团有机会来到与奈月温泉，一定要来这边尝尝看，好吗？拜拜，我们明天还有新的探险哦，拜拜。